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欧嘎咪大神。那陪我实况的依旧是娜娜。嘿哟，大家好，然后我是娜娜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你好啊，你好，你好，安安，你好。那上一次呢，我们就在这一座塔。上一次我只记得你是变形岩浆里面，然后就GG的。啊，上一次呢，我们就在这一座大塔里面，然后就结束了。啊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等一下，怎么又多一个姑娘在那边？嗯，那个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趴在地上？去看她一下。哎呦，还有水里面有宝箱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哦喽，水里面有宝箱哎，一闪哦，浮出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没用啊。跳不出去吗？哦，跳出去哦，哪里没有用？不见了，不见了哦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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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噔噔，香炉一个，太棒了，不是香炉，香炉能够恢复疲劳的身体啊，要点香炉啦，点香炉就可以恢复疲劳了。要化荷叶了，不然会死。噔噔，好，跳上来。你在干什么啊？你趴在地上。他在玩球啊。啊，娜娜干嘛玩球啊？小皮球，香蕉油，他叫阿国。哎呀。出云阿国。来，请听。哎。大海深浪。好啦，你不用念了啦，你念过了。这好像念过了，不是吗？你念过了。有点奇怪。阿伯教我的，阿伯啊，你听过吗？没有，好啦，念过就不要再看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次直接乘着风啊，乘着人鱼古钱啊，到那个叫他要到我们到哪里？哦，那个四部，那个叫什么？四部香，四部香，四部香，走，我们去四部香。走。这里走这吗？这里有一个人鱼骨钱币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这里。跳下去吧。我来了。等一下跳下去，如果没有人鱼骨钱怎么办？再爬上来再去买啊。等一下，按错了。喂，人鱼骨钱道具，人鱼骨钱有三个。哦，够了，使用人鱼骨钱币。噔。哦，传送了。到，噔噔噔！我们现在已经离本岛这么远了，你才知道。这个是什么？四不香，噔噔，泡温泉，从温泉里出来了。哦，闪！这给你来干嘛？按，他还在跳哎，真是哎！等一下，这个上一次有这只很胖的这只吗？好像是有啊，它不是这边的那个什么吗？哎呦，而且这里的温泉不会损血，随便泡哎，哦，果然是温泉啊！你都说是温泉啊，果然是温泉哦，温泉果然不一样，而且哎，人不哦，好啊，而且他还不得问哎，好大牌哦，应该在泡温泉没？那个什么，刚我们要找谁？我们来这里干嘛？不是要去一个叫做什么村的那边，然后找那个水水水吗？谁？找那个谁的那个村民这样吗？谁？找谁？你在哪里？谁？我忘记他名字了，总之是竹的那个灰叶啦，吼哟，竹爷爷的孙女就对了。灰叶不是叫灰叶吗？灰叶吗？好像是叫灰叶吧。先到里面去。灰叶，你看灰叶啦，连名字都不记住吼。人家也是有名有姓哎，这个是新人是不是？是吧？哎呦哦，白毛金老爷哦，什么？您大驾光临啊！老爷您的事迹在四部村、四部乡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。你的台词，你把那气大师给打败了，你就。森林里的动物们对你的评价很高，就是吧啦，是吧宝吧？强巴泰夫就是没讲话。满就哇哇哇哇！老大热泪盈眶啊！打招啊，我都看不到他在说什么。这有什么含义吗？
狗狗随时都欢迎你过来玩哦。就旅馆里的人们也很想听你旅行故事就。哎，我是说上一次好像没看到这一只。这一只不是那个最前面的那个吗？太一。乌啾，白狼，我们正等着你呢。森林里面的动物里都在讲你的传闻哦。听说你打败了一只很强的妖怪，那些话都是真的吗？讲给我听听嘛。不要嘞，好像被喜欢上了，好恶心哦。而且为什么义犬会在这里？啊，你什么事都不做，你躲在这里干什么？真是的，真可恶。请听一下啦，莫非你就是传说中的白野威？是啊，能消灭八级大神的不会有其他人了，他是这么说的哦。像你这样英勇向善战，能凭一己之力保护村子里的家伙也很少见哦。还有保护吗？啊，有人说我上一次这边没有拿完箱子，各位看看，每一个箱子都开啦啊，没有一个没有开啊，到底谁说我没有拿完啊？真是的，快出来面对！真是的，出来自首哈、啊，自首无罪啊！赶快啊，出来自首啊！谁说宝箱没拿完的？真是的，快出来面对啊！不然出来。夜辉躲在哪里啦？哎，辉夜啦，不是夜辉，辉夜，辉夜是不是躲在竹林深处啊？我们走到后面去看看好了。走到，走到这里。走到深处，喂，这里走这里，撞烂了！你好坏哦你！我好坏哦！这种话由你口中讲出来，我觉得很不搭嘎。你好坏哦你！哎，啊，要坏就来坏一点，来切地藏的头！哎呦呦，苹果掉出来了！你拿了也没用，拿了也没有用，没错，拿了没错。拿了也没有用，我的意袋一直都是满的啊。欸，这里吗？喂食。欸，一开始就要来看喂食秀。欸，跑掉了。你哦，飞回来了。啊，要喂食你们也这么难哦。啊，使用。噔噔噔噔噔。又是转圈圈，转圈圈。这个已经看过了。喂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奇亚哇塞加四，还有这个是要抓什么吗？喂，哎呦，不知道哎。里面有一个柑橘，好啦，继续往竹林深处走了。高高，喂，哎，里面有两个问号，两个人在里面。哎呦呦，我怎么撞出钱来了？哎，这是谁？曲竹生和那个哎，和他的那个孙女。来了！啊，夜辉，这不是夜辉吗？不是辉夜吗，大大？辉夜哦，不好意思。你在仙境忽然被玉帝大人招去，老夫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喽。辉夜啊！爷爷真的好久不见，你多了好些皱纹，是我让你操心了。爷爷，为什么？竹爷爷和竹子姐，果然在这里相遇了吗？真为你们感到高兴。爷爷，今后我们就一起生活吧。你又可以跟爷爷卖竹制品喽。啊？他一定是不想卖竹制品，所以才反应这么大哦。应该是吧。点点点哦，天生排斥做竹制品吗？哎，怎么了，辉夜？该不会你要回宝弟身边吧？又是宝弟，并非如此。但是我不能就这样同爷爷一起生活。为什么？这，你说真的吗？为什么？辉夜，难道是私奔，还是远走高飞？其实我并不知道爷爷会来这里。实际上，我本来不见爷爷就走的。你这个不孝女！不孝女！你是要去哪里？
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是什么啦？哦，吉普乡地面上刻画着王家的文章，这文章在召唤着我。哎呦哎呦，要升天了！俺要升天了！哎呦，在干什么？我爆炸了！为什么？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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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什么跟什么啊？喂！哎耶，你在做什么？有一种不知从何来的激烈感情感在招使着我，驱使。在文章之下，大地的深处，有件和我旧世纪息息相关的事物正在等着我，我非去不可。走进这洞穴，一探它的究竟。哎呦，自杀了！辉夜，辉夜啊！竹子姐一个人很危险的。天宫，咱们快跟上！哎，糟糕！喂，喂，读取中。哎哎，就这样跟上了。要去哪里呀？要挖什么？到底要挖什么？要挖地啊！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就要开始挖了，也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东西。哦，什么目标都不知道就要挖，有没有？我这边要用来吹了。我要吹了哦，吹吹吹，喂。哎、欸，不行，这里要那个挖。哎、欸，你不用等他来先吗？哎、欸，他不会自己跳下来哦。啊哦！哎呀，啊哦！啊哦！啊哦！我看不到他了。喂、啊哦欸！吹吹吹吹吹！哦，吹下来了。现在往哪里挖？挖往这里。这边啊，再挖一起。好麻烦哦，辉夜，辉夜怎么不知不觉就到底了？我们现在就是土拨鼠，一直往下挖。这里又要吹了，又要吹了，又要吹辉夜了。奇怪，为什么老是要帮辉夜吹？不是应该辉夜帮我吹吗？为什么是辉夜帮你吹啊？好了，没有，没事，当我没说。欸欸欸欸跑去了、哦。当我没说，当我没说。哦，辉夜不行了，辉夜都趴在地上了。他趴在地上了。你怎么了？哦。哎、欸，这边有水。这里哦，这里有水。哦，要挖下去，然后再吹上去。挖上去之后，再冲上去，是不是？冲！呜噜，吹上来了。那为什么我不能跟他上去？想办法跳上去吧，你。喂、欸，喂、欸，我跳不上去了啦。什么东西啊？根本呵呵。根本呵呵，真的根本呵呵啊。嗯，跟根本哈根有什么差别？喂、欸，呜噜噜，他竟然没有进来。到水池里面，哦，吹上来了，吹上来了，回，吹够了，哦，到这里，哇哇哇，辉夜来哦，哦，辉夜不要跑，不要跑，想跑门都没有，哦，还剩一分半，应该有机会吧，噔噔噔噔噔，回，这里又有刺哦，又有刺哦，又是一堆刺刺，回，哦。过来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还要吹哎、欸！对啊，还要再吹上去，而且还要用水，真是麻烦。一起用吹，喂，你先上去吧。我先上去哦。哦，被刺到了。哦，喂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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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多少？还有一分多钟。喂，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撞啊，撞啊，撞了。二倍，二倍，还有四十秒，好紧张哦。喂，闪一闪，闪，闪！哦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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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里等他，等他，等他，等他什么？我只剩二十五秒啊！如果没有成功，就是灰夜害的，帮他吹一下好了。走这么慢，喂，哦，走快一点，我们快要到终点了，再吹一下，哦，走的有够慢的，什么东西？走太慢了啦！哎、欸，快点呐，快点呐，剩五秒了，四秒。哎、欸，不是这里，为什么不是这里？为什么不是？都是得，我都已经到最下面了。